在人类追逐速度的故事里，有一条传奇的赛道，勒芒。那些不相信极限的人，用不可思议的速度不断改写历史，成为赛道传奇。今天在这我 GT Neo 3上，我们将赛道双条纹化身为性能的图腾，让速度被看见，再一次挑战性能的极限，再一次突破技术的上限。真我 GT Neo 3再一次改写速度。